书，套书，然后我就一瞬间就是要帮他吸吮，不是吸吮的感觉，对，被。还是假戏真做啊！现在已经巧，早就跳戏跳很久了，亲了很久了。沈秋红跟小乐合演 BL 剧，我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不仅有抱抱、亲亲，还有这一幕啊，割到了。比如说他切水果，手指头不小心切流血了，然后我就一瞬间就是要帮他吸吮那个伤口，被吸吮的感觉，对，被吸吮。因为其实演那场戏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已经拍蛮久了，已经不会有什么尴尬了，我们早就已经没有那个。这个对我来说小 case， 真的有几度被他想说，干脆就在一起，干脆就在一起。不是，其实在戏里我真的就是不断的催眠自己，就是说我就是爱你。而戏杀青后，他们还常相约在一起。他特地煮饭给我吃，对，哇，很多，他有煮一个金针菇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